你是怎么搞的？我要去陪他。你可真大胆！要是刚才申总不答应合作的话，你不就白搭进去坟墓了？我早就算好了，他会跟我一起合作的。那么厉害？那肯定的呀。厉害的是负责一才队，我差点搞砸了他的计划。 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你脸色不太好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走。副总，董事长还在公司等着您的合同呢，晚上的庆祝酒会也需要你参加。没事，您先跟你爸交代工作吧，要不然他又觉得你不务正业。我可以自己回去，放心吧。景小姐，我送你出门吧。拜拜。你慢一点啊。嗯。 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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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